你看这架纸飞机像不像一头斗牛犬？先来看看飞行效果。现在的孩子早已不满足撕作业本做一架普通的纸飞机。纸飞机必须造型新颖，颜色鲜艳，飞行效果还得酷。比如这架斗牛犬号纸飞机，来自这本全世界孩子都爱玩的100款纸飞机书。只要用随书附带的标有标线的纸，跟着书里的步骤，就能轻松折出与众不同的纸飞机。快去试试吧！